日本有那么多优秀画师，为什么米山吾老师最喜欢他？一位时常为课题而烦恼、喜欢奥特曼的00后，在21岁就接手了著名画师吉野弘夫的 IP 作品，他就是今天要介绍的画师 Moon。 曾透露自己需要花费10至12小时绘制出一幅作品，线稿细节是多到能产生密集恐惧症的程度，画面更是充满张力和神秘感。而最让人惊喜的是，细节如此之多而精的作品竟然使用的是手绘 iBis Paint 和 iPad Pro 制作。但一夜爆红怎么能全靠运气呢？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透明，也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练习，才能到达了今天的成就。好了，以上看画来画站，拜。